虎牙高德莱第六季，硝烟再起，众神齐聚复仇欢乐兄弟。对面虎视眈眈，今天我们 TFBOY 就开始斩狼了。王源、易烊千玺，我们携手。在下俊凯，他们有老年 TFBOY 快乐三兄弟，我们复仇者联盟六号、七号跟九号，我们几乎没怎么赢过的，我们今天要跳起来的。天下三分，梦魇战场迎来史诗对决。首先，我们虎牙三剑客估计要分崩离析了。对面三个 T 什么 TF boss 狼腿打断，我不太懂你们三剑客是怎么互相认的。复仇者联盟也一定分崩离析了，他踩我，我们就踩他。希望我们一三五能共同进步，赶超那些老年 TF boy。看看是你们三剑客强，还是我们 TF boy 强？疑云密布。兄弟情谊能否历经考验？觉得我们一三五中间出了一到两个叛徒。老年 TFBOY 正式解散，六肯定是张狼牌。不好意思，虽然复仇者联盟，我们 TFBOY 易烊千玺走远了。悲情英雄，老师傅惨遭乱锤猛打。今天把八拱走，我也不介意，单纯的觉得八像个狼。我们终于统一阵营了，希望能赢，好吧？五六八十三批定匪派，直接打死我了。好想出八啊！你搞到最后还是要扛推我，你们能不能换一个方法？绝地求生，究竟鹿死谁手？二号目前身份是最低的，要不先认个狼出去了吧？你锤二我就干你，站不对边锤死。你们狼的格式已经打崩了，鱼死网破，要么你赢，要么我赢。先把六出了，然后再把五出了。我就想尝一把胜利的滋味，我是一张好人牌。11月2日晚8点，虎牙火热直播。